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丽。本周的强做玩透透呢，非常的精彩哦。有大家万众瞩目的《恶魔猎人》呢，在这个礼拜正式上市了。那之前呢，他经历过了一些风风雨雨。对，非常多的风雨啊。对，然后所以他，可是他这个礼拜正式上市了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现在变得如何了。对啊，那个粉丝可以自己。就反正推出了嘛，自己亲眼来看看这游戏到底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对，没有错。然后呢，题外话就是呢，我上个礼拜呢去看了电影，什么0:30，就是在那个杀宾拉的那个，非常好看。凌晨密令。对，因为呢，他的那个拍摄角度是从第三个人。就是第三人就对方式，然后去拍摄，等于说，这个人在射击的时候，他可能躲在后面这样偷看的那种偷窥的感觉，我觉得有点像有时候在玩射击游戏的感觉，就还不错。只是头会有偶尔会有点晕晕的，但我觉得他都还不错，而且他是有点像纪录片的感觉的拍摄手法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哎，他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，对他得了很多奖，反正 whatever， 我就觉得很好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反正。最近也没有什么，有啦有啦有啦有，快过年了，有朝伟啊什么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快过年很多电影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，然后呢，大家应该非常期待我们的过年特别企划吧？我也非常的期待。我只有你在期待，怎么是？我们只期待放假而已，我特别我非常的期待。我跟你讲，这次除了有歌声、笑声，还有掌声之外呢？还有舞姿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哦。然后今天这次呢，除了我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两个我的好搭档二宝呢，会跟我一起搭档演出。什么什么什么，好期待哦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会非常认真的排舞，以及呢去租借一些服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要去借。我跟你讲，最近流行什么，我们要跟上潮流，然后就是。来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过年当中呢，有非常愉悦的感觉，然后不时呢还可以拿来就是大家全家人来开心的笑一笑，不是很开心吗？好，然后呢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对，等一下最后呢，祝大家呢尾牙中大奖，因为本身我也希望尾牙能中大奖。好，希望大家能收看节目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这礼拜就好，拜拜。拜。